蛋糕，很好吃哦。这个是我们哦。哎，那个是，拜托你陪我了，拜托姐，我这暗时我若无想我无所在通我住，你知无？哎，就是一个那个，她的头上有戴东西那种女生的头。好，然后呢？蛇出来之后，这样放。这是胸部哦，她的手。哦，手，对不起。来到鹿耳门，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不知道，回头看一下。哦，念得出来吗？妙母圣门耳如孔正，所以正统鹿耳门圣母庙。啊，这里你知道这里，你知道这里有多大吗？这里有多大？我就不知道，可是看得出来超级大哎。它感觉后面还有几个，对，几个大。我知道的也就是超级大。我也不知道，而这里是全亚洲最大的了。全亚洲最大？对啊，你看那个雕梁画栋，哇，那整个，哇，你看这上面小小一点点，每个都超大的蟹。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来宾。就是我们在台湾演艺圈里响当当的一号人物，跨足了戏剧、音乐哦，还有主持。哎，那你怎么会特别约我们在这里？是他约的吗？对，是啊。这边呢，是我一个回忆的地方。回忆，因为我好多年前刚开始拍戏的时候，第一次到台南来住，我就住在这边的香客大楼。哦，对。这个地方呢是东南亚最大的妈祖庙。所以我们今天是要住香客大楼吗？我不知道，应该是吧。我们今天是。介绍妈祖哦，要跟妈祖拜码头。哎，这地方最大哎，而且有2万多平，2万多平相当于多少？你知道吗？2万多平相当于多少？30几架啊！我觉得我们不要乱哈拉这些，认真的请。说实在的，说实在的，我你说你可以请谁来？要请上帝的大佬来。要请诸位啊！诸位好，诸位好，六六六六六。我们请请问今晚住谁家？哎，我请小豆。住妈祖家。哎，住妈祖家也可以，没有问题的。哎，对对，刚盖小姐，她的历史是怎么样？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我带恁哦，来哪看哪介绍。哎呦，好，这是哪行的？我们就跟着我们的王主委往里走。好，看看看看。之前是来住过，但我没有进来这里面。哇塞！委员委员，这边是哪里？那个是，那你下到门口新报的新店，那个妈祖店啊，好主意。就是咱的俗称玉女门嘛，伊的金身经过专家给鉴定，伊有800年以上的历史。啊，咱玉女门嘛，伊是两身的，什么叫做两身？什么叫两身？啊，就我就很想问这个什么叫两身？两身呢，就是伊的大关节，从伊的大关节都会变大。啊？关节都是可以动的。大关节拢会变大。那关节？啊，咱的玉女门嘛，站起来有160几公分。一个站起来哦，所以说它这用藤下去雕，它是可以雕到是可以动的，它的是可以站起来的，站起来可以到160公分哦。背霸你啊，背霸你，一小万的，啊，喂对了，背不呆完的，背霸你归你了。咱安尼甲推起，就等于差不多离南宋，南宋末伊就刚咱的渔船啊，我个代表渔船啊，过来台湾啊。哦，南宋的时候过来，所以800年。咱台湾啊，用在如故。诶，妈祖就是咱嘉庄老公先那边，咱来读英文嘛。历史最悠久的，历史最有 history。呀，诸位啊，感情嘛吼，拢有一个问题啊。你们这两个哦，拢是单身。嘿，所以讲哦，咱也当然带伊来看看一下老月老。
界啊，我是老月，他想看老月啦。老哥，啊！你囡仔找着人啊！全台湾上高看红山的元老公，就咱新埔庙的元老公，我找你来。好，行行行。用讲的无效，我找你来。好，来来来来。寺庙惊透透，也毋捌看到人咧管我讲，像咱信宝庙的管哦，遮尔啊够牵红。来，赵哥，来。嘿，没有，家里爱叫五羊来啦。五羊就对啊。嘿，我们刚才有看到很多外国人都有成功的案例。哦，真的。对，我想你应该也会成功的。哦，我先甲恁介绍拜管哦，有三大好代志。好。好。第一大好代志就是。还未找到你另外一半来求元老来牵红线。第二，结婚呢，你应该来拜元老。是安那讲？你若来拜元老，你会愈拜，翁仔某的感情会愈长甘蜜甜。第三个，好事就是元老算相信，你若吼，佮接来佮拜元老，伊会赐你好人缘。哎，倒过你佮接来拜，你生做烟头佮有人缘，你嘛进偌济遐外务的人。做生意的，了解，拢来咧拜关咯。好，安尼好，我来甲解说一下，阮家有外国友，外国人。第三个就是，你都是没有对象，对，别人都是已经结婚了。结婚的，如果是卡在中间，卡在，那个还没有办法到卡在中间，就是第三个。哦，第三个就是你在拜月老的时候哈，就会，你会越来越帅，人缘会越来越好。大家会越来越喜欢你。好，那拜师。你这门不拜吗？我一定要拜。对对对，来来，请拜。那请问我第一个步骤是什么？你要先跪，先跪下，先跪下，跪下，跪，跪下。你要把你的心里的话讲出来了，然后你拜拜完了以后呢，你要去拿红线，然后对，然后一定要讲出来吗？哎，讲出来，讲小声一点，大声一点，小声 ，OK， 大声也没关系，大声一点 ，OK OK OK， 你好哦，来，然后呢？第二个，你的名字，你的名字，我叫天无阳。讲你的哦，讲你的电话，你想要用哦，你想要早一点哦。哦。认识一个女孩子，可以跟你结婚的对象。很有教练哦，帮你牵个红线。太好了，很有老师目前是真的好认真，是要找一个很正确的对象。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帮忙就是开店，就是借我这个荣幸，就是比较高一点。哦，讲到就是我们在台湾结婚，好，谈个，对对对，好，那拿红线嘛，是不是？不要抽，非常的明显，好，对吧？全掉，好个，好。我们现在去哪里？打工了。打工了。哦，准备工作了。许愿完要开始打工了。我以为今天就是一个文化的洗礼，这里走完我们就收工了。打工美食文化，美食文化。打工美食文化。我们要来去，来到了台南，就要开始一整串的美食文化。你说台南的有点就是吃的嘛？有名是不是？是不是？是。哎，不对。感谢不尽，谢谢，我们下次再来，谢谢。有机会再来找你玩。谢谢，谢谢。走走。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有没有感受到台湾现在对于报复性旅游多一点？
对，现在是找不到房间的时候，那我们就要进去，试试看那边的，好，试试看。这个怎么这么进去？这是这里的快西啦，哪里的？这里有一个快西。哎，不是快西啦，不是放这里，通常这一种都是在这个地方压就好了。兄弟，这里有个快西。压压压压，对对对，给你压，给你压。你们刚喊的是欢迎回家，欢迎回家。我们是要来打工的，我们是那个，请问今晚住谁家？我们是打工换宿的。对。但现在呢，打工的地方还没着落，住的地方也没找到。哦，因为今天的话都满房。都满房了，都满了，我也满了多多。你知道你的脸上现在就是完全就是天气再怎么热也影响不了你的美丽。谢谢。这样还是没有房间，还是没有。这里好像是经理吗？因为经理，你好，你好，你好。哎，经理，麻烦往中间站，大的位置给你站。经理一站出来，有那种庙的理事长的感觉，太凶了。来，为你介绍一下，这是 Junior， 是你好，你好。我们现在是有一点点小小，就是你完全能够解决的问题。嗯，就是我们需要找一个能够落脚跟住宿的地方。所以。言下之意是想要你想要什么都可以换宿吗？是的，是的，是的。那这是非常困难的，做好心理准备吗？我们这节目我们跑遍台湾所有地方了，拜托啦，我们试试看嘛，好不好？我们这个职是必须要上知天理，下知地理。上知天理，下知地理。好好，用这样的尝试就表示您是有智慧的。我猜我通过考验嘞。你当过最有智慧的，我的智慧也不过就是那一两招而已。再来，古文历史文化，台南府城古都。我南台呢？你南台啊？我旁边。哎呦，好，我一个不小心。你们遇到同乡的感觉，站在旁边好不好？可以，打动幻术可以。可以哦。反应好。还有，执事必须要每一位就像我们的团队一样，都要一个绝活。绝活是，来，你的绝活是，他等一下把手套拿起来跳舞。绝活，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专业的才艺。但这个特殊的才艺需不需要一点点特殊的装扮？当然要啊。我们要穿成这样子吗？裙子，我什么要穿裙子？这也是给你们一个机会。哦。那如果有四大型男，有机能，有功能。哎，好的。有机能，有机能，有功能都比那边有机能有功能不会低。对啊，好像我们俩是惨一样，那边的身体哪里有缺陷？给啊，来，我操！哎，你不要露你的机能了。是什么啊？执事属于一个专属秘书的概念。哦，专属秘书。哎，是的，秘书通常不是就是什么都要做？是。对。Yeah. 那我们今天可以怎么帮你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是我们必须要跟我们的贵客们做一个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哦 ，OK。每一个人来到台南都有他的需求。是的，是。可能来这里慢活，也可能来这里放松。台南古都，什么上多？吃的物件上多。美食。无够专业，小食上多啦。哎呦，好，好，好，公姐，我先送你。所以，小吃，小吃，小吃啦，休假啦。所以，咱就爱，其中一个专长是专门出来找小食，这个小食是安那这呢啊有名。好像呢，当客人问起来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讲出来哪一个东西好吃，他的典故，对，然后他想吃，要想办法帮他找到的意思。这是我们台南来台南游玩的第一个要素。好，还有什么需要帮忙？
还有就是说，当他入住的时候，房间内的需求。房间内的需求，这个叫做房事需求吗？当然，所以我们叫这叫做是，这是一种服务啊。正经，好正经，正经正经，环保的，都是你先不正经的，又你又要休假，房间他又要求我们正经，又是什么特殊服务？环保什么？哎，环保是对客户用环保的一个服务的热忱，所以是要用包客户的这个东西，对，我们都蛮会的。盖下这个执事的章，代表我们对客户服务的认证标章。那刚好现在有一张订单，想要给老婆一个 surprise 的一个结婚纪念日。所以千万不要搞砸了。那这个 surprise 里面呢，其中有一项需要百种的艺术动物毛巾。这个太难了吧？我来努力看看，好不好？说的几岁，你就要满足他了。交给我，好，再来，还有什么？那第二个任务呢？帮客人买庆生蛋糕。快加入，快加入！请问今晚助学家 YouTube 会员一起支持我们哦！坐在沙发上，把台湾彻底玩一遍，这样的梦想，我可以陪你一起。赶快按下订阅频道，加上小铃铛。请问今晚助学家，赶快来订阅哦！